千辛万苦要找的蜡染就在这边了。这里是个蜡染的，多少钱呀？这种是画的，然后做件衣服，就纱笼的那种要180，但是还有，三 half meter，one and 1.5 half，一米半的那个可以做裙子的，那种185块钱。T 恤。 这是75,000，75,000，然后开始。我们准备挑选那个尺寸，然后开始。这是 no problem，for no problem，we first。啊，对对，OK。对，design，你要选哪个方法？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呢是Lingbo Art Basic School，Basic就是蜡染，这样这个它呢先是画好，然后再是用。 蜡染的技术去填充了颜色，然后再煮，然后再晒干。蜡染呢是这里当地的一个产业哦。那他们就有很多这种服饰，就是通过这种制作的工艺。那这也是马来西亚一个就是特色吧。然后这家店呢就在这个小岛上，这小岛上有很多，不是，这就是渔村了，有很多这样的店。那行，就选择其中一家来尝试做自己的衣服 T 恤。 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等等等等，看不见了。梦想好像已经画了3分之一了，考试已经进行了15分钟，1个小时内要交卷，看样子梦想好像还是可以完成这个考卷的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。 Abby 已经画的差不多了，是老人的嘴撅的好可爱哟。梦霞呢？我好啦。你好了？嗯，给你看一下。这是前面哈。嗯。然后，这是后面。这边有工艺，其实还是蛮多地方都有。 今天我们当时在尼泊尔买那个蜡纸，然后颜色，蜡就是隔离的作用，防止颜色不会串色。我发现我搞得还是蛮简单版。 哇哦！你看它的，超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很漂亮哎。都很好看。这是还没干哎。你的背面呢？背面是这样子。哎，也不错啊。对啊。啊，你的背面是这样，我的前面是这样。嗯。啊，你换的是背面啊？是啊。好近啊！你一下怎么换司机了呢？对，我们现在换女杀手上场了。嗯。艾比他说他要练车，然后全貌的生命留一些给他练车。 这个怎么弄弄到前面去一点？这里，好，这边，马上起来，好，就过来，先调，各位，艾薇同学，现在是要练车时间到，看一下，脚能不能踩到刹车？你关了啊？我先，没关。OK， 这是油门，慢慢，油门不要踩太凶哈。这是刹车，对，这是刹车，试一下踩到刹车。OK， 这是刹车哈，那是油门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我要可不可以两只脚还是一只脚？这边一个脚刹起来了吧？ 这个脚刹还没起来，踩一下脚刹，踩起来，踩下去，踩下去，踩起来了，踩到底啊，然后这样起来。OK， 好，这个已经自动松开了。哇。然后这个是打，这个倒打，这个是停车打，就空打，这个是驻车打，然后这个是你就直接用这个D4开始就行了。好的。然后现在呢，试一下哈。 打右转向灯，右转灯是往上的。后面车很多。往下。现在车很多。不要往右。灯在啊这边。然后你先直走，先不要马上出去，因为这有条道慢慢走的哈。然后现在先把这个打到D4。
按着这个才能打下来。第四 ，OK， 拿一点点出去。咔咔，好，走动了车子。哇，已经很多车哎。对，后面很多车，你不要往右边。有个大车。要几号？一点点来。不要怕。太少了。分这两辆过去。太少了。三辆过去。好，往右边走。走吧。好，加油。调过来，调过来。加油。右边，嗯，对 ，OK， 好，好。他没系安全带吧？这是第一步。哇！你系安全带吧，我帮你护着。帮我护着啊！还好，加油。安全带。再加油。好。这个教练不合格。我哪知道他第一步系安全带？这位同学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是有一点小紧张。先不要加油，对，脚放在刹车上，然后慢慢转弯，可以踩一点点刹车，转弯自己的，好，转好了之后就可以把脚放在加油的那地方，这个、加点油。这个弯转得很好。好了，我可以睡觉了哈，不管了。睡醒了我就在天堂了。真是啊，你看我那个。你要认真开车哦，你不要往那边看了。你看海，等一下我们就在天堂见了。面都没有了，看海。那你就开这条道上。好的。好 好磨练，这也非常好开，这是最讨厌这地方。8:11了，你不要听了太兴奋就命不要。你在开车吗？好多很漂亮的清真寺哦！啊，这个也是蕾丝哎！啊，又是一个。你们不要这样子好吗？这个它的那种，人家镂空的那个墙面很美，你知道吗？让我想起什么吗？想起泰姬陵。泰姬陵也是它的大理石哦，镂空那里超美的。是啊。莫霞可以。陈同学。对呀、啊，我正想说你要一边开车一边解说吗？我的保险还暂时不想用。没有啊，他开得很厉害、啊。他是老司机，土豪。对呀、啊，好漂亮的清真寺。嗯，好美哦！最想进去看看的。好像它的造型好像泰姬陵哦。对啊。啊，那个颜色也很漂亮。好漂亮、啊。好美哦！啊，要拍摄要注意周围的景色，没有那么容易、啊。我要玩手机上网。对啊，你叫我玩手机上网，不能这样子。工作啦，工作啦。你认真开车吗？我认真开车，我超认真的。机打车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
好像我导航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去打我的吧。晚上的霞霞叫晚霞，梦里的霞霞叫梦霞，早上的霞霞到叫早霞。霞，到你了。对，轮到你了。啊，我说过了。猪圈里的霞霞叫猪猪霞，马桶里的霞霞叫霞，就是霞。那马桶里的园丁叫什么？园丁，原始兵。那马桶里的艾瑞叫什么？叫喜艾瑞。好恶心啊！你们这群重口味的人。哇，他竟然背着麦路士的包。哇，又有一艘船。关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格达巴鲁了。格达巴鲁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再从这边往上面走呢，就可以到泰国了。对，这边边境。这是一个边境城市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开车从这边前往泰国。骗人。不要，我从来不骗人的，我骗猪。我们刚才开到这边没看到住宿，然后这一带又比较脏乱差。对，然后刚好看到一个中国人的店，应该华人的店吧，然后叫木小夏去问一下，应该是我们该看地图上搜的那一间，那间比较贵，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先考虑 guest house。他说，那间也是啦，就是白色那个。刚我们停在这里，他说你那边有做 guest house， 但现在不知道，以前有做。然后前面那个 hotel 就是那个白色那个建筑，会比那个稍微好一些。贵吗？这边没问价钱，他不是很懂的。看一下吧。然后再如果那不行的话，再往前就再拐过去。那就是我们该搜到那一间。他名字说的跟你说的看着不一样的。是吗？再看一下吧，好像那边好像会多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车停在这边，我们找好旅店了，一家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很便宜的旅馆，三个人住，两张单人床，99马币，然后还含早餐，两个人的早餐 WiFi 要钱。你帮他看吧。后面里面什么海鲜呢？放一下不同的酱。这是什么酱？这个很嫩，好嫩好嫩。我怀疑它是用鱼肉跟蟹肉，这些还有这些做的呢。那么特色。很好吃，很香，很嫩。这个两个呀，咬下去不知不知的会弹的。那么夸张啊？尝尝，很难吗？尝出鱼尾纹的，海鲜的味道。它鱼肉做的，鱼肉应该还有一些虾蟹之类的吧。其实就很像那个鱼丸啊，对不对？但很弹。嗯。你现在鱼丸要弹。你丢到桌上看能不能弹起来。嗯。哇，好弹，我超弹哎。米饭有椰浆的味道。椰浆饭很好。
所以这叫椰浆饭。嗯，那个对，黑色那个酱料，那是海鲜酱的。嗯，小鱼。我们还是点了炒粉。嗯，你们好热衷炒粉啊。我真的好喜欢吃炒粉。我现在出门了，然后先去海边看一看，然后望一望泰国，隔海相望，然后再去槟城吃槟榔。我们太原槟吃槟榔。啊，原来是我的城，难怪叫槟城。冰是冰冻的小城。哇，木霞，这槟城简直是我们俩的城市哎。对吧，小城加援兵就叫冰城啦。那艾薇在里面干什么？艾薇手上拿着个城，跟他也有关系了。要吃吗？他去冰城吃城。嗯，可以吃槟榔。嗯，吃城，吃冰块。你可以去吃美食。冰城是马来西亚的美食天堂。哦耶，所有人提到冰城都会说哇，你们去那一定要吃好吃的哟。我们这不是叫减肥之旅吗？可是你没发现我在变胖吗？对啊，我发现越来越像忍者神龟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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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。我们的大灰狼好乖，在这里等我。嗯，